达还有拉马丹迪，一个是世界排名15，另外一对组合是世界排名第7，代表印尼男单是拿下了一分，而金佳恩是逆转反杀，九连号罗兴生打出了精彩的反击战。这一排直接接飞了，超长多拍，漂亮！最后是往前的封网。这球被救起来，往前斜线，收掉一拍。现场的这个机位还是有点晃，线往前有快速下坠，双方连续多拍，放网，哦，漂亮，后攻前锋。
再挑起来分打斜线，这连续进攻都防下来了，还有五航队完成晋级。收掉，连续杀两拍直线，三拍收一拍，好家伙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打开淘宝来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或者打开点淘或者淘宝直播频道。强杀进攻，斜线进攻。漂亮，线路分得不错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。